并不是每次旅行后我都会回看素材，但是相比去年首次闯入纽约的巨大冲击，我确实很想知道今年所谓再去一次的意义，或者说这是否还能称作一次真正的无中生有。4 3快！对，加速！都登140了，刚刚，快！哎我，对，30个，自己数啊，30个，快，再快一点，对，1 2 3，别停，对，再快，漂亮，走起来。冠军礼花格斗英雄，所有人满意的剧本，可你从他们眼里好像看不到喜悦，失去对手让他们很不开心。我开始理解几个月前曹芳自找苦吃的动机，原来曹场的出现让他兴奋的并不是狂欢，而是格斗。MOP 还觉得挺圆满的，哎，今年上半个夏天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你看这些怪人总是很难被满足，想到的都是后半个，然后呢？原来真正的街头带给他们的不只是对手，更是发现同类的窗口。大家好，我叫刘毅。那边强度应该很大呀，对，那老黑我靠，对，这不赶紧回来上上强度。除了地下街头，更多平整的地上公路也在向所有草根打开入口。这也给了曹芳、子怡、周瑞、孟博龙再一次超时空相聚的机会。小组在翻车，但是今天呢，其实稍微把空间拉开，你去夹击，好吗？啊，你直接从后面追。一会儿就参与人生呱呱乐。小痞子要穿西服了。我们两个你在干啥来了？高估自己了，也高估身边的朋友了。2019年 CBA 选秀大会，北京虎虎俱乐部选择了来自北京大学的王少杰，孟富龙来自北京工业大学，有请孟博龙来自北京工业大学。那么接下来，我们希望代表主办方邀请今天的落选秀，或者说没有被选中的各位登台，和姚明以及林书豪一起合影留念。有人中选，就有人落选。
每次只有两条路，没有草坪。我开始意识到街头的价值不在于设定，而是即兴。比如老虎在终极格斗的现场说唱，比如拉上更多同类踏上一趟未知的旅程。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次很多人其实没机会去，本来我们是两个队，一定要珍惜每一场球。除了打大概半场比赛，然后大家也感受一下纽约街球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你可能觉得啊，我是一个旅游的来着接波，但是在他们眼里看来，你们就是都不仅仅代表中国了，是亚洲人。我觉得因为这次其实我们最大缺失不是说球员，是没有教练，我也很难完全去充当这教练角色，所以我觉得这次可能大家难点是说，可能大家真的要变成一个团队去作战。咱们一定要打出咱们的流动性、机动性，在场上尽量少落阵地，落阵地一定要动起来。谁发现问题了，要多交流、多沟通，而并不是因为说啊，我跟他不熟，我不说话。你记住了，去是一个队，不是一个人。你输球不是你一个人输了，明白吗？是你们一个队输了。明白我说什么意思吗？就这么简单啊。九哥身经百战，但是并不知道这趟旅程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我也是在机场集结的时候才发现，当入口被彻底打开之后，新势力带来的除了惊喜，还有失控。我的兄弟们去年来了，然后输了。对，我要给他们报仇。谁说篮球就是美国人的运动？这次来我们准备跟他们比拼乒乓球、跳水、排球、象棋、五子棋。This is what you wanted. 34-20 is the score. Jelly Bear taking over the day right now. Taking over the day. Come on, man. Jersey, one time, man. 3-point try, NBA money. Damn. Back to the net. What the?耳朵特别难受的噪音，同样是满场弥漫的仙气，但新来的哥几个好像没在怕我。在这儿我必办他，结果被隔了。吹牛逼呢？我这一趟绝对不会被任何人。你看见十一号干什么活了吗？干什么？你得尊重我。给我足够出手权，我在这咣咣扔几个，我信心一来，谁也治不了咱俩了。我很想用老一辈的眼光去审视他们，也静候着像去年西斯街一样的下坠时机。这四打四吧，五打五，
太赖了，他们这边太赖了。其实他们好好打，完全可以，就是很精彩。Yo, this is why we play.九号还要逮谁扣谁。Yo, he was scared. He was scared. Soon as he got close, he was like, "Oh, not big boy." 虽然是街边的对手，可哥几个还是给收了。局面瞬间从嚣张升级到膨胀。我想过了今晚，你们的嘴都得给我闭上。去年也是在第一场戴克曼训练赛之后。团队回到了紧张备战该有的样子。咱们前两天该打的几乎打的也差不多了，该赢的也都赢了。今天还是回到一个打带宽比赛的一个节奏。一二三，站！今天必须得来这个，验证你们今天的在纽约的第一场失利。就一会儿就让他给我道歉。防守！防守！保持强度啊！压力！行，这咱们真打他们白玩。Yo, my man, this is lik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They gonna play physical. You looking to play overseas? Get used to this. 不要让他们轻易进禁区里边。哎！行，继续，往下回，回，没关系。没事，好叫。Whatever, 然后你们篮板球没有他们强调好，尽量往外点，没有点。交，能有。好的，好的，防守。上劲儿啊，赢球啊，不是来学习来了。三分。回看周瑞绝杀扳平失败双膝跪地，我才发现这帮人是真的想赢，也真的觉得自己能赢。我也没觉得他们那种上篮时候的对抗有多强，所以下次绝杀肯定不会再错失。看到这里我才开始理解我们在赛后晚餐的争执，原来全部来自当你在入口看得见希望的时候才被彻底唤醒的本能。我觉得聊是特别好的事儿，就大家不要怕聊。赢球了，然后最后说我这一场，比如说40分钟只打了3分钟，就也没有那么高兴。就是我们可能是这方面有多差。你说杨正昨天晚上在屋里聊这事儿，你说平时打那么多，你真是热完身场上一待10分钟，你上去真就不是。我就这么跟你说，你们都是想的都真的太片面了。我确实格局有点低，没办法。当面不说，有点小情绪，自己不说，自己闷着，然后回来就走了。是你打好，你继续打，一直打，那就 OK 啊，没问题。中会有很多人不上场，那你是打爽了？就咱要不就上下半场的两个阵容，就大家。但是那上半两阵容没法打，直接就断档太严重，就必须两两换两。所以就是说嘛，就是你这说的真的都自相矛盾，你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我。我站两个一脚，我觉得我两个一脚跑得好。对，阿布给了。对，这个是阿布给了。这个能描述我现在心情。
啊，咕噜噜噜噜噜。对，这个直接跟最顶级的衡量一下是吧？掂量一下，要不然心情特别复杂，感觉就像这纽约这城市一样，没有过多时间，就是留给你，就是混乱混沌。我希望大家所有人保持充沛，我们是要拼这场胜利，不是要保这场胜利，因为我没有这个资格，我们也没有这个技术，所以我在这时候想说的就是，所有人保持最强的战斗力上场，无论你在场上还是场下。保持最强的战斗力，来喊一个，喊一个，喊什么？杀呀！从进场瞬间就告诉他们我们是来杀人的。旅游团结束了啊，杀人吧！好吧，来，一二三，杀！哎呀 ，Craigberg，I know you。Some young on the bottom, the outside. Won't go, won't go, won't go, won't go. The goalie is in the center, it's air.Dykeman Ball, where's that? Legendary, always at Baba. This is where the street ball lies, this is where it begins at. Respect that shit, bro. Dykeman. 今年可不是一个随便拼凑队了，今年是 Team Dykeman, 所以你知道什么含义了，而且 NBA 球员也来了。非常级别高的比赛，所以大家保持兴奋感，求之不得的东西，求之不得的东西啊！接下来，接下来，来啊！一二三，加！我觉得球员现在其实，我觉得咱们包括咱们团队，其实大家不能真的不能限制于球员这一单方面的东西。我觉得这种欲望真的还是挺重要的。就是我想多知道点东西啊，我想跟人聊聊，我想明白怎么回事儿啊。差距那么大，他的变向离你都非常近，很危险距离。他一直在打乱你节奏，他一直在去削减你的防守。大部分这五人上面至少有三四个受到那分贝影响很大，就是他生理上已经他忘记了之前说的所有东西。我就完全没有想到对面是 NBA 球员或者是谁，我只想把比赛打好，我只想当我看到比分慢慢迫近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其实有机会赢。给他逼出这个，就你看他玩命，对，玩命干你，干你二分也不憋了。对，就这。Marbury got the young hitters out all night. That's like breaking day. 杀杀杀！关灯，走走。因为现在攻防转换，他们对手明显慢了。你没有杀伤力，对方太好防了，好吧？我往里突，下边一包我就传出去，特容易。咱十三分，好吧，一二三，加油！找后卫啊，先找后卫。Right here, one more, let it fly.
现在 so called dribble mid range。防守有点松，有点弱，咱防守。对，这时候追哥的时候，抓打的。有看完素材，我关闭了所有对这趟旅行的自我怀疑。当草根有机会真正体验 NBA 强度的氛围，这确实撕开了一条通道。这让初次闯入纽约的杨正释放了嚣张，让落选后的曹方重新看见了希望。我始终相信，最强的力度永远伴随着破坏，而牛逼的人们总会在山顶相见。无论无中生有系列未来将以什么形态出现，我们永远沉迷于在高速公路两侧野草蛮生的地方挖掘战场。驱使着我的一生，有的时候一路向前，有的时候一路犯懵，想要的东西太多了，就变成了心魔，得学会取舍才能够战胜自我。现实中的灯光很容易就能把我迷惑，分不清了真假，就分不清了对与错。如果只剩下一条路能够通往成功，那就别再放松了，得一直向前冲。帮助你以后看见以前的自己，每个惊慌惊讶和每个惊喜，自我矛盾极端抵触的情绪，解放被压力压抑压迫者的押韵。我的经验早已穿越了我的底线，无条件的生存在极限的边缘，必须马上适应周围的环境，要不然很快就会变得冷酷无情。总是能看见人性最本能的一面，被微笑和沉默藏在了反面，在眼前闪现出曾经的瞬间，有的再也不想看见，有的再也看不见。我不敢相信我竟然能活到现在，所有我真正的词一直与我同在，所有爱我的人我一直与你同在，我相信我相信的神必与我同在。骗了别人也不如骗你自己最爽，为什么活在这儿，请你冷静的想，我们正在了解自己来帮助自己，时间走得这么快，千万可别出意外，路还没走到一半呢就有太多遗憾。最起码请你别恨我们选择这么干，你承受的还不够吗？它会越来越重，你忘了属于你的只有疼，越来越痛。我想解释什么是爱，什么是死亡，什么才是生命真正的意义。没有人能选择自己在哪儿出生，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如果生老病死就是人的一辈子，那你想过吗自己死时后的样子？谁会记住你，谁又会让你悲伤，谁让你放不下，谁让你无悔一生。有些人留下了声音名字和样子，也有人留下了传说历史和故事，他们来自生命却比生命还长，他们留在世上为世人指引方向。时间不会停，带着时代在转，但是永远带不走他们得到的 respect。 骗了别人也不如骗你自己最爽，为什么活在这儿，请你冷静地想，我们正在了解自己来帮助自己，时间走得这么快，千万可别出意外，路还没走到一半呢就有太多遗憾。最起码请你别恨我们选择这么干，你承受的还不够吗？它会越来越重，你忘了属于你的只有疼，越来越痛。